呀，是的，现在呢？我们就在这个 A Studio，类似台湾阿龙片场的一个地方，我们要即将拍摄 MV 的内容。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就像一般的片场一样。像阿龙片场啊，像台湾很多的片场，其实没什么两样，差不多。这边呢，就是之前可能有人用过的东西。有一些道具可以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不是我要用的啦，但就在这些陈列在这个地方，蛮有趣的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只狗，它很凶，对我不是很友善。嗨。Hello，哎，现在有人拍倒是挺乖的嘛，刚刚一直叫。嗨，叫了啊、哦。刚刚其实有两只，然后他们两个一直玩，然后那个线呢，就把两个人纠缠在一起。另外一只被带走，不知道带去哪里，它现在很寂寞，lonely。我们现在往里面走。有一些场景不能让大家看，但是呢，有一些部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这边有一个巨型的壁画，工作人员，这就是拍摄的部分。哦，就是导演可能会坐在这里。后面呢，就是一些公司的人会坐在这边看那边，那边有一些拍摄的场景。好啦，让大家看一下下好了。咻，哦，好，不可以太多，因为公司说不能曝光，不然我很想要带大家看看场景，真的做超屌，那超厉害，几乎已经是。在拍电影，拍一些好莱坞电影的场景，真的很厉害，花好多钱，真的花超多钱，太感动了，公司为我花好多钱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暖炉，这边有通到一个地方去了，这个暖炉就是因为韩国呢会。在冬天的时候很冷嘛，大家可能会坐在这里，坐在这个地方，坐在这里这样啊，烤取暖这样，这样。然后前面就是一个暖炉，但是现在没有很冷啊，现在不冷。OK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些其他地方。哦，这个都还在。还在做，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哦。这也是我明天要用的东西，有一只很可爱的狗。这里有一个超酷的巨型的东西。好啦，这边也还没有做完，还没做完，应该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吧。很厉害的东西，这边有一个阿里，好酷，阿里的海报，阿里巴巴，好年轻哦。阿里拳王，你们应该知道是谁吧？拳王，阿里。好，我们往那边走看看哦。
倒是没有去那边看看过。哦，这个公司，这个公司非常的厉害，在 MV 非在韩国 MV 界呢非常厉害的公司。这次也是我们跟他们合作，昨天跟导演见面，导演非常非常的friendly， 然后送了我一件他们自己做的 T 恤，还有背后，那怎么拍背后啊？等一下哦。拍到吗？好，外面，对啊，其实差不多啊。一般产业道路，也没什么。好啦，不能够透露太多，很拍谁？因为毕竟公司觉得还是要保留一点神秘感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拍摄的现场，我要在这边待到凌晨三点。三点，超累的。等一下我就要开始跳舞了，密集的。好啦，还有什么问题？不是问题，还有什么消息，我再告诉大家。